号见。九号还有点心吗？谢谢。把小巨蛋这个舞台交给他，是好好来训练他，就没想到今天的新闻都是他的版面。当我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，不仅是传达音乐，更是与你有心灵的共鸣。这份共鸣不仅是安慰到你，更抚慰了我自己。因为梦想，因为我们生活曾如此深刻，传奇每一刻。每当我下台时，心情总是非常不舍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，那是一种相知相惜的缘分。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没有忘记我。